有手吗？没手。好，那你去分享。搜寻什么？分享这是什么？去新闻。会不会是我个人啊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鸡鸡。我们先等人进来哦，我们现在要再 call out 了。先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。他们现在有觉得在吗？没有，我就说他是以那个发型为主啊。哎，可是我光就是这样。他们做造型，因为毕竟差点让你们看到主角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昨天的那个留言也是如雪片般的飞来。我现在要拍脚，不能让你们太快看到人脸。拍他是他背的啊，所以一定有替身，先找替身来。志宏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替身吗？你们每个人都有替身啊？等一下，大家千万不能在下面留电话哦，我们那个 call out 问问题的时间已经截止了。好，我们现在，他们其实都可以，这边好像比较亮，你自己看。拍掉了，救小强拍掉了，他身体没有小强，拍掉了吗？对对对，这边很亮。在寺庙里面就是拍掉了。什么？看到了？我不是拍脚吗？嗨，猜猜他是谁？大家好，子君。不要吵。我是尖尖，你龅牙尖尖。谁呀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啦。那我要露脸喽。等等，进去了。我帮你拿。啊？你不知道露脸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啦。哦，不是你要露脸。纸巾。我以为你要露脸。我不是我。这里不会超暗吗？好啦，不然我没有，现在超亮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还是我们可以自带光？不用，我们可以自带光。OK 啊，真的很 OK， 真的 OK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pecial， 我们是台湾组合 Special。不要以为只有四个人哦，还有其他人在后面，其实还是有框框的。对，还有准备。那现在就是我们刚好我们四个人。对，昨天见面会有看过我们，嗨。现在就是我们四个人。Hello。不要觉得烦。七月还没到。不要觉得烦。我想说就是这。好，我们开始选人，我们现在 call 给粉丝了。好的。好，你们已经有讨论出号码了吗？好，你们要选几号？一到。想要选。1-500号，有超多人。500号。对。500号。先来一个，我先选一个好不好？来个32怎么样？32怎么样？好，那大雄你帮我拿一下。33。我现在拨电话。好，来。紧张哦，你们先聊一下。好，那就由我们的大雄来访问。32号是。我们今天为什么？阿毛。阿毛有没有在看直播？阿毛。阿毛在吗？我们打给你了。如果没有看，我马上换号码。对。为什么好像开奖？所以是要打给阿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今天穿这么正式啊？可以解释一下。其实没有人知道，我们拿到的服装就是这样，所以无解。你是猫头鹰这个？这不是苍蝇吗？超可爱的，是什么？苍蝇，猫头鹰的，苍蝇，猫头鹰，你知道猫头鹰吗？猫头鹰是那个吗？啊！接下来，哎呦，电话已经拨错了，拨错了，待会见。这边也开始，拜拜。好啦，就是因为第一位其实他要问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数学题目，对，那里而且刚才中断，对，然后我们也听不清楚，然后我们数学也不好，不会，必试是我会，他已经当会计了，你不要在那边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你答，不是，我们要重新直播，你们再选一个号码，好，再选一个，那就你选一个吧，快点，五二。五二，大雄，我在拨电话。要拨电话了，五二吗？五二是徐新雅，在这边呼吁各位，你们一定要就是把电话放在身边，因为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抽到你，好吗？对，丰田生日快乐！不要再逛街了，丰田生日快乐！敷衍哦！跟大家讲一下话，想去感言好了。你用猫头鹰的语言来讲一下你的生日感。猫头鹰，猫头鹰的声音来讲一下你生日。对，来，猫头鹰先讲话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？你好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其实你在打破我表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干嘛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乙伦、明杰、Teddy、丰田，我们要来问你要问我们什么问题？
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感觉闷闷不乐。对啊。可是我们打给你啦，对不对？你是最 special 的，好，没关系。那你告诉我们，你要问我们什么问题？是跟写真书有关的。So、special。对，你要问我们有关于写真书的问题吗？好，请问。问题是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看两点？为什么只露两点？哎，只露香肩。只露香肩，为什么 ？OK， 好，那你想要回答他？你想要看哪一点？你想看哪一点？我们的优点还是缺点？OK， 因为其实这一次写真书我们已经很大尺度了。对对，那有一些甚至有在泳池里面，你其实只要把倍数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，你就可以搞不好就可以看到一个一摸影就可以看到那个点。对对对对，好吗？有时候其实。若隐若现才是最美的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真的给你看到那两点，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就破灭了，对，就破灭了，对对对。就是哎呦，明姐，尤其我们有些人养大一点，很大一点、啊，来日方长嘛。对，对我们可能第三本、第四本就会跟你见面了。我们的两点，那你有买我们写真书吗？啊，有啊。很安静，满意吗？好像没在现场。满意，超满意。超满意吗？好，那满意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？啊？只是觉得什么？好奇啊！好奇。哦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。好，那记得把我们的莱恩达林放你的歌里面，不是把我们的歌放你莱恩达里面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嘟嘟声了，这样子我们打给你，我们才听到我们的歌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好啦，谢谢你啦，拜拜，你很幸运，不要不开心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啦，先预告一下你们等一下签书会。我们等一下签。哎，热了是不是？是两点还是三点？我们等一下三点开始。三点在美丽华的楼下。对对对，跟大家见面。那这一次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呢，还有大家就是很久没有见的子红、伟静、易恩、Evan。喂，太帅了吧！好，这几个人会带大家跟大家见面。大熊啊，等一下，大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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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石榴水库不知道拉了没有？因为我刚刚提醒他了。对。可是大家也常见大熊，大家太大熊，应该没有影响他。胸肌跟腹肌有吗？这个人肯定没买写真书。对啊，肯定没买啊，一定是有的啊。哦、我们不都说了，我们把那个封面的照片 Photoshop 伟静的脸嘛，一定是有胸肌的，不用担心。连伟静都可以有。对。好，那就等一下见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